陀地歌姬 Savini 昨晚夜晚开 live 同 fans 倾偈，身在地球另一边嘅 Tyson Yoshi 都有加入，一对老友隔住个 mon 齐齐叹咖啡，超到爆啊！Savini 话：自从 Tyson 去咗英国之后，成个人变得温和咗，戾气都冇咁重啊！啲人话我讲嘢个 tone soft 咗咯，我哋系，我都觉哦，你成个人咧冇英国风啊！你而家好 soft， 你而家好似一个已经睇透嘅。系啊，我已经发现系算啦，我就咁做歌算数啦。我都觉哦，呢边做歌掟上网咁样就算啦。唔想再爭戰啦，係嘛？係咯，嗰啲乜鬼嗰啲咩頒獎典禮嗰啲唔關我事，拜拜。I feel you， 好超啊呢邊，是但啦，開心咪啦咁啊！我覺得我而家 feel 到你嗰種咧，你好似已經 ready 去生仔，你明唔明啊？你係一個我想叫你做爹。我頭先我呢幾日我已經係咁喺度。send 嗰啲 message 俾Christy 啊，就話你睇下呢邊，咁樣你大前就可以買到一間咁樣嘅屋㗎啦，跟住行出去就係個海嚟㗎啦，唔好喺香港，因為自古人講依家喺香港賺嘅錢，我喺香港都乜都買唔到啊，但我喺呢邊咧可以買到屋咯。雖然泰臣喺英國開心到唔想翻嚟，不過唔好唔記得香港仲有大班 friend 等緊你㗎。上邊年仲將泰臣同林家謙嘅簽名雜誌當係鎮宅靈符放喺客廳，保家宅平安。你话咁嘅 friend 去边度揾呢？我啲本一就挤咗个厅度噶，咁佢个厅咧系冇人物嘅样子嘅，净系有呢两个门神，咁就挤咗喺部水机隔篱，咁即系个水机每次饮水就见到，即系呢个即系好耀目噶，即系好有趣嘅一个东西噶。咁咧我就系呢个站姐啦，咁。就成功爭取咗咧，攞到兩個人嘅簽名。咁但系咧，係本人非常之唔要面咁樣，直情將本嘢擺喺度簽名。咁啊，回想起本人嘅行為，我都覺得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但系本人經常做嘅就係己所不欲，就即刻施於人。咁咧就係呢一個，就係本人嘅呢個。抵抗夏天幽默的方法，我觉得我会将这个杂志照摆到，不知摆到下一次绝交为止的。上边年不嬲同 fans 坦诚相对，所以他昨晚都在 live 到神，说自己班 follower 不够吸力，搞到他跑不到数，还赞某男团的 fans 齐心，似乎是讲紧镜粉。我想讲啦，是不够人啦，去 comment 我啲跑数 post 嘅，你见不见到其他男团偶像团体他哋的几咁齐齐整整啊！我哋吓惭唔惭愧啊！我哋谂一谂下呢样嘢先。Who are you? What do you want? 你 like 咗萬六人 like 咗我个 IG 嘅，唔系 ，I mean like 十六万 ，sorry， 或者十几万。点解冇十六万个 comment 嘅？假噶啲 account 吓！冇十六萬嘅 comment 嘅，而家每一日都覺得嚟，點解冇十六萬嘅 comment 嘅？點解嚇我啲 friend 咁多 comment， 留三個心心都係冇啦，都係冇啦，即係都係冇啦。嗱，留啲有趣啲嘅嘢，等有時睇下都開心啊！媽咪開到聲，大家識做啦～